好久。洋洋，你还大喘了一口气，你喘一口气干嘛呀？啊？打嘿，打嘿。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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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洋洋实际上看姐姐，小洋洋。打大喷嚏，打了大喷嚏，嗯。小洋洋，姐姐要来照顾你。你要照顾洋洋吗？嗯。姐姐要照顾你，好不好？姐姐要照顾你，拉拉姐姐的手说好吗？洋洋就喜欢吃手。我想吃了。你想去哪？我照这儿的镜子，就是这儿的镜子大。嗯。嗯。嗯。回来了。来，咱们在大床上玩一会儿吧。咱们在大床上躺一会儿。好吗？不好。为什么？我想蹦。蹦。蹦可以啊。可以啊。快快！怎么这么冷？这个对，你要保存一下体力啊、哦！你还在发烧呢，你还在发烧了，宝贝。妈妈。哎，宝贝。洋洋会蹦吗？洋洋不会蹦，他现在只会躺着，连坐着都不行，他还是太小的小宝宝。嗯。看看，他只能躺着。我膝盖吧，我可以走。对，你看，哎呦，洋洋看你。洋洋。洋洋。哟，洋洋跟姐姐像。别拿住这个。别拿住这个，对，跟姐姐握握手吧。来。他不愿。有，他好高兴哦，跟姐姐好高兴。以后他要抓姐姐的手。哎、他不要我抓他的手。他要你，你看，来。他不要。他不要啊。嗯。你亲亲他。抓我的手。他不抓你的手啊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有高兴的，你看他太高兴了。洋洋，洋洋，哎呀，走，这头发。他不抓我的手。他不抓你的手啊？嗯。你再给他试试这样。哎呦，他好高兴啊！哎呦，都乐出声来了，他乐出声来了吗？洋洋，你喜欢姐姐跟姐姐玩是吧？他喜欢。他喜欢。妈妈摸摸你还烫吗？都真的还烫吗？妈妈。哎。妈妈，这个画面，1、2、3、4，有几个气球？有几个气球啊？你数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，哇，好像有26个气球呢。它两个气球。对呀、啊，这么多气球。这个阿姨、这个阿姨，这个里头的这个人是个阿姨。嗯。嗯。这个画的颜色好看吗？
看？不好看。不好看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快快不喜欢这种颜色啊。开开。他因为我好，他所以就看着我。对，是的，他是因为你好，他一直看着你，因为他爱姐姐。哎呦，哎呦。他叫你姐。他怎么回事呢？他怎么回事呢？他其实是想要妈妈和姐姐，他想摸摸。但是他控制还控制不太控制得了自己的动作。洋洋，你在吃？他为什么要吃什么？嗯，因为他好像不太会吃奶嘴儿。快快小的时候就不吃手，因为快快吃奶嘴。我们也要叫洋洋别吃手了，是吗？是奶嘴。他现在是一个口腔敏感期。嗯，快快已经过了这敏感期了。快快是那个现在是语言敏感期，所以快快会说好多话，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快快去上幼儿园，就能学习英文，还能学习儿歌，是吧？哦，还能学习英文的歌，是吧？刚才老师都想你了，问呢，伊莎贝拉怎么还不来上课呀？伊莎贝拉怎么老是见不到伊莎贝拉？我想她。你想去吗？我想上花园宝找 CC 老师。想去找 CC 老师啊？好的，那等到有课妈妈带你去好吗？嗯，你现在的课是调到了星期三和星期四，还有星期日。哦，哦，洋洋胖吗？洋洋，嗯。小胖手，小胖手，小胖腿。快快，你穿件衣服。快快，妈妈，穿一件衣服好吗，宝贝？不行。不行，你倒是吃药药吧。对呀、啊。来。爸爸，药水甜着呢。药水甜着呢。嗯。那你还要吃吗？如果一旦发烧，就不然去医院打针就麻烦了，是吧？嗯。我们尽量争取不打针，好吗？好的。嗯。和多吃药。嗯，多吃药，多喝水，主要是。怎么样？来，多喝水。有，他摸摸姐姐头发、嗯，真棒。七点了，那赶紧给快快弄熬点粥。太想喝水，他爱勾爸爸的手。太想喝水吗？不要让他喝水。他喝不了。他喝不了，他只能用奶瓶。他喝不了。来，宝贝。我在拿水。在这。来，穿衣服。穿衣服。爸爸妈妈的大宝贝。你把这个袖子捏上。小拳头怎么捏？嗯。捏住啊，翻进去。你要像杨，你要向姐姐学习，姐姐那么乖。姐姐已经乖到极致了。爸爸。哎，没穿完。这个手钻进去了，这个手还能钻进去。那个手也捏着衣服，那个袖口，对，钻小拳头。对。嗯，熬点粥去。嗯。画个尿布。嗯。这样好吗？这样非常好。有，我们把尿布换了好吗？好吗？有，他要跟姐姐拉手。是吗？真棒！快快，我们换个尿布好吗？不好。嗯，换一个吧，一个晚上了，你肯定是那个。你看，洋洋
说换一个尿布吧，姐姐。去摸摸他的小胖脸，是吗？宝贝，换了吧。你看，他抓着姐姐手，姐姐你尿布换了吧，我都把尿布已经给换好了。换个尿布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不要。那等会儿，小屁股红了，妈妈帮你换，很快的，好吗？我不要。嗯。他看见我。对呀、啊，他看着你，嗯。换一个行吗？嗯。嗯。那我们再喝一口水吧。水多好喝啊，你看这是什么，这个杯子妈妈都没有。哎呦 sorry。 嗯，看，真棒。小雪人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嗯，这是姐姐的，不，姐姐说不可以就不可以，好吗？哎呦，宝贝，妈妈抱抱，妈妈抱抱，乖乖乖，乖乖乖，九公，你身上好热，你要多喝水，然后多上厕所，就是多尿尿，多拉臭臭。就可以降温，它那个降温啊，就是靠这个降温，靠这个撒尿尿降温，降了温咱们就不用吃药，所以咱们赶紧换一个新的，好吗？好，这是爸爸交给妈妈的任务，说要给呀，快快换一个尿布，妈妈，你就协助妈妈完成这个任务吧，好吗？咱们换一个就把洋洋落下了，洋洋待会儿也得换，快快先换好吗？不行。那洋洋待会儿把快快姐姐的尿布拿走了怎么办？不行不行，对，所以咱们赶紧换吧，赶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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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赶紧换。上火，我们得多喝点水，对吧？嗯。哦，洋洋在说什么呢？快快，啊？嗯。他说嗯，为什么嗯？快快好瘦啊，你看衣服都大，快快多吃点饭饭好吗？得少吃点零食。你知道你是怎么生病的吗？嗯。就因为那天你吃了好多薯片，那个东西真的不能吃，既没有营养又上火，好吗？好吧。嗯，真好，快快。妈妈觉得你突然之间就长大了。妈妈觉得你突然之间就变得好乖，就跟娜乌米姐姐一样。娜乌米姐姐也是，她妈妈说。他两岁的时候特别不听话，可是突然有一天他就变得好乖。妈妈的快快也是这样。我落下他了。你落下他了，对，他到三岁才变得好乖，可是我们快快现在还不到两岁半呢，是吧宝贝？哦，
就惨了，他不好好吃饭，是不是每次咱们在一起他都吃的不如快快，对吧？每次快快跟他在一起都大口吃饭，他都那个。对，所以他就生病了。别哭，姐姐在呢，是吧？我落下他了。你落下他了，对，你落下小洋洋了。我落下曾慕寒了。你落下曾慕寒了，曾慕寒他只能躺着，他要靠别人的力量才能坐起来，所以他就想现在想坐起来看姐姐。你也坐起来，咕噜咕噜咕噜，好轻松。哎呦，怎么感觉他又想吐奶？嗯？洋洋，洋洋，别闹好吗？乖点好吗？姐姐都那么乖。给他拿玩具了。给他拿玩具啊？那咱们到下面垫子去玩好吗？好吗？好吗？你拿着你的奶嘴。哟，他一直看着姐姐。快快，你慢一点啊！妈妈，你跟妈妈一起下楼梯，你不能自己下楼梯。我妈妈。快快，你抱着自己的，哎呦！快快快快快快，你抱着自己的水杯好吗？我忘了。你忘了，对。算了，妈妈给你拿吧，你下楼梯。妈妈，妈妈可以拧着我吗？当然可以。拧那个手吧。那你，哦，好，妈妈拧着你。快。哇，高难度挑战啊。妈妈还是第一次这样，一个手领着洋洋。妈妈，哎，妈妈，洋洋的玩具在下边。洋洋他没有玩具，都是姐姐的玩具。洋洋还没有玩具是吧？洋洋只有一个小摇车是吧？不，他有一个那个圆的那个，里面有个个个的那个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对。洋洋你。别动！我开灯好吗？好，你开灯。哇塞！我一手抱着羊，一手领着快快下来的。你够得着灯吗？别摔了啊！小心，小心。小心哦，妈妈给我，妈妈开吧，好吗？下面是不是有点凉啊？有点凉吧？那个猫猫。哪个猫猫？那个猫猫。那个软的猫猫是不是沙发上这个？嗯。啊？不是沙发上这个啊，嗯，快快，哎，你把那个洋洋的摇车拿来，我把洋洋放下，别老抱着他。我啊，哪个尿布啊？我已经成功的给他换上了。哦，快快，你说的他的玩具是这个吧？是这个里头有个球球这个吧？这两个安全带特别，曾健，两个安全。是你的玩具。对呀、啊，等会儿，妈妈给它放下来好吗？哎，这个车能再平一点吗？怎么是抠下去的？来，等会儿，你先拿开，让我先放它。哎呦，小杨，你乖点啊。没有电。
电池这个车，这个是他的玩具是吧？快快，这是羊的。对，快快，妈妈有一个想法，你喝点奶好吗？对呀、啊，喝点好吗？我不用喝。快快，这条裤子短，你没发现吗？妈妈。哎，宝贝。妈妈。哎。妈妈，我就看看。妈妈，我就看看。妈妈。嗯，宝宝。去看看什么？看看薯片好吗？薯片？没有薯片、啊、家里。对，这边有那个薯片。你去看看。别去看了，你吃的薯片都吃发烧了。我看看好吗？快快，真的不能吃薯片，你都已经生病了。我想看看薯片。看看。看看你就要吃，可是真的不能吃，你已经生病了。妈妈，我就在这里看好吗？哦，那可以，太好了，快快，你在这里看，妈给你开个灯。妈妈，哎，妈妈，我看好了。真棒，来。看好了薯片，你就就着看薯片的劲儿喝口水吧。你就着看薯片，你看了薯片喝一口水，看一个薯片喝一口水。啊，真棒。好的，来，我们在这里玩好吗？正好还可以看着弟弟。哎呀，我怎么觉得我也要感冒？搭吧，妈妈，我不会搭棒棒糖。妈妈和你一起搭，怎么样？哟，他想看你搭。羊儿，你看，车画画，他就很开心了。来，棒棒糖是吗？嗯。曾健，那个芋头给他，赶紧热一热吧。芋头，昨天那个锅里的芋头。嗯。棒棒糖是不是那个圆的呀？嗯。这是棒棒糖的棍吗？嗯。那我们就用一个颜色。嗯。羊呀，羊呀，这个垫子我觉得有点脏。妈妈，把这垫子擦擦好吗？啊？嗯。你来自己搭，妈妈去弄块布把垫子擦擦好吗？嗯。来，往里搭吧。羊儿，我搭好了。哇，这么快就搭好了，真好。
咕噜咕噜，好滋味。昨天吃的麦片在这上头呢，是吧？我昨天这个麦片在漏这里。嗯。那别把我的棒棒糖破坏了。嗯，不会哦，我妈妈很小心的。你去看姐姐吧，姐姐在干嘛？再搭三个棒棒糖啊！快快，你能搭个小鱼吗？妈妈和我一起搭好吗？好的。蓝鱼，就是蓝颜色的鱼嘛。那我们先把蓝颜色挑出来好吗？好吧。来，妈妈挑一个，那这棒棒糖还要吗？不要。先放这儿吧，不会把它毁掉的。那拿个别的颜色把这个蓝色换好。你看蓝色，快快选。快快，你先帮妈妈把蓝色选出来，妈妈给你搭蓝鱼。快，在这堆里把蓝色挑出来，就这些都是蓝色，快快挑。对，还有呢，这几块可不够哦。想搭蓝鱼吗？这个不是吧？这个不是，这个是橘色。对耶，快快，你真棒！爸爸吗？还有一块儿，你再找找。啊，对了，好，妈妈往上来啊。鱼有一个尖尖的头吧？你先用两块把一个尖尖的头搭出来。这就是头啊。好的，那身子呢？身子呢？搭一个身子。在这。它的尾巴在这。啊，好，你给它搭起来。它的眼睛。哇，它的眼睛那么长啊！两个眼睛怎么就一块呢？也可以，可以，对，太棒了。好，好，妈妈马上来啊，一分钟。
来了。哎，好的，巧虎，哎，蓝鱼，咱们把蓝鱼先完成了好吗？哟，bless you，洋洋，你可千万别生病了哦，姐姐已经生病了。嗯，他说他说嗯，他为什么说嗯呢？因为他说嗯，你们在干嘛呀？我也想跟姐姐玩，快往后去一点，这条鱼比较大，尾巴，哦，尾巴，行。眼睛用黑色吧，哇，怎么样，像吗？就是尾巴好像不够大哈，那我们把身子弄小一点吧。我有一二三四，他们有一二三四了。我给他们弄个白色的。白色的也可以哦，哇，快快，你这个搭的真棒哎！你眼睛有白色有黑色是吧？啊，怎么了？他不想躺在那里头了。哎。我不要洋洋。在地那怎么办？上，躺在这儿。那妈妈抱着他行吗？那他哭了。妈妈和我一起。妈妈在这儿，妈妈在这儿和你一起啊。我知道，我妈妈扔东西，妈妈扔东，妈妈，好，妈妈是想去扔个东西。那你，快快，你去摇摇它吧。那哭了怎么办？你看，它看着你。妈妈跟着你呢，我们把它放在地上好吗？那就让它哭啊。别哭了，洋洋。我们晃晃它，我们俩一起来。好的，妈打个奶嘴啊，妈把它放过来，这么着，看着看看，好吗？它不哭。对，它不哭。你说，什么情况？刚才哭，想弄他。我就让他哭，就让他哭啊！快快，他哭多了会生病的，生病了怎么办？他那么小，他还不能吃药，要擦下哈喇子。
快快最懂事了。快快。哎呀，奶嘴妈妈还真不知道怎么搭嘞。快快，爸爸跟你说啊，今天爸爸要走，爸爸要去工作，家里就剩妈妈和你和洋洋三个人，妈妈带你们，你们要乖一点，好不好？快快昨天已经特别乖了，快快今天也特别乖。对，快快今天能不能更乖？就是洋洋弟弟如果哭了要喝奶的时候，你可不可以帮妈妈？可以吗？嗯，你今天一定要做出一个大姐姐的样子，虽然你自己还生着病，好不好？嗯，我想给洋洋哥哥和红和蓝。那你别做个。你啊？那我摇摇他行吗？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行。这么着？我给哥哥，我想给蓝哥哥养个眼睛。好。你看这个鱼眼睛是快快搭的，一个白一个黑，多漂亮！哇，快快，妈妈，妈妈今天，想照顾谁哭了就得照顾谁，没有办法，快快要听话好吗？嗯。啊。他不想，他连翻身都不会翻，他坐时间长了很难受，他都不能动，对不对？嗯。所以妈妈稍微抱抱他吧。抱抱，我可以，可以啊。来，爸爸，爸爸抱抱快快。爸爸，妈妈，妈妈，我想哥哥，我想哥哥洋洋。好，来，搭吧。搭个衣服吧，来。我想给哥哥个眼睛和嘴巴和腿和手和这个手和小鸭。好的。我想给他画个头。好的。快，你喝口水吧，好吗？那如果快快要是就哭，爸爸妈妈不管快快能行吗？对呀，洋洋也是一样的。对啊，而且他又小。爸爸管我好吗？妈妈肯定管你。妈妈最爱谁？最爱快快。不爱洋洋。妈妈也爱洋洋，洋洋因为洋洋是快快的弟弟，所以妈妈也爱洋洋。妈妈，你别揍他！啊，我就让他哭。妈妈，我现在有人看小虎。好，爸爸给放下去。妈妈，那个猫猫。什么猫猫？爸爸。爸爸给你去拿，爸爸给你去拿。爸爸知道在哪里。爸，我想跟着你。你想跟着我？你走。是尿了尿呀，还是干嘛呀？嗯。
妈妈看看你有没有尿尿好吗？哦，原来洋洋是尿尿了，所以他在哼唧。我们吃早饭去。我也在这儿。在这儿吃早饭。什么呀？我给你饭给你的也好，粥还有牛奶。哎。好的，妈妈给你放。妈妈先给你放，再给他换尿布好吗？那先给他换。哦，不哭不哭，我们换个尿包包。哇，快快，你可以帮妈妈把弟弟的尿包扔到垃圾桶吗？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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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羊羊不要哭，妈妈给你换尿布。今天爸爸煮的粥特别成功。姐姐把你落下了，姐姐刚才比你先换。有。是吧？宝贝，爸爸今天煮的粥特别成功。哇，哦哦哦哦哦，嗯，好吃吗？羊可能又有点饿了。是吧？嗯，他早上大概6点钟吃的，现在几点了？哟，吹吹吹，是不是？穿错了，哦，妈妈穿错了，妈妈穿错了，妈妈没穿对 ，sorry。你看洋洋弟弟，洋洋弟弟都不会说话，他只会哭，他不像快快，快快说啊，我饿了，我要尿尿。他们都会说，洋洋不会说。洋洋，别哭好吗？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哦，我给他唱个歌，他就不哭。哇！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。小星星挂在天上放光明，好像许多小眼睛。几点了现在？7点多。我记好妈妈，小宝会到家，劳动了一天多么辛苦呀。妈妈妈妈快坐下，请喝一杯茶，让我亲亲你吧，我叫好妈妈。我弟好快快，放学回到家，学习了一天多么开心呀。快快快快吃口饭，快快快快喝口水，快快快长大，让我抱抱快快，让我抱抱快快，我的好快快。还成了花生米。对呀、啊。今天的时候很成功。
我不知道洋洋要干嘛，我是哭。他饿吗？他早上饿没？六点钟喂的，现在才七点半，应该不应该饿了？嗯。猫咪长大了。猫咪长大了。是不是他想睡觉了？啊。要干嘛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哄吧，哄睡好。坐在这里推推好吗？今天爸爸煮的粥好喝吗？跟奶奶煮的差不多吧。一颗花生米。妈妈，你把洋洋放在地上吗？放在地上他不愿意了，他要哭。妈妈抱一会儿，过会儿就放地上好吗？好吧。妈妈，这是爸爸，这是什么呢？这个好像是这个猫咪的牌子。那天爸爸看你好像没有拆下来。不要抱，不要抱，我们放推车好吗？曾姐，你说这个推车安反了是吗？对。你去给他放推车。我们坐车车好开心，妈妈推。哎呦。这个妈推妈推推车，快快喝个粥。怎么办？爸爸，这是什么呢？爸爸，这是什么呢？我觉得洋洋就是困了，他睡不着了。你带他先上去，你哄他一下睡。我带快快，我给他吃饭，好吗？好吧。哟，周周来了，啊呜！快快！我是好妹妹呀，小宝回到家呀。小白回到家呀，哎呀，好贝贝，我是好贝贝。贝贝是什么？我最后来追呀，小宝回到家呀，劳动了一天。爸爸，我想干小虎。你先把粥喝了才能喝。不行，我现在就要喝。不行。现在就要看。现在就要喝可以。我刚现在就要看。乖乖的，快快进去。我不要喝这个，我也干小虎。哎，小 baby， 那洋洋又开始了。他为啥要哭呢？不知道，爸爸妈妈现在还没找到原因。他也不是饿，因为他也洋洋都已经吃完早饭了，他又把快快落下了啊。不想，不想，我不想喝。为什么？干小虎。你把这个喝掉好吗？
我现在有空。你今天身体还是不好的。妈妈。妈妈。妈妈呢？妈妈在把洋洋哄睡着呢。喂，爸爸。哎。爸爸，你哄，爸爸你上楼哄洋洋，妈妈陪着我好吗？啊。你管洋洋，我妈妈。啊。妈妈呢？妈妈在管着洋洋。我要妈妈。你要妈妈。妈妈。嗯，要妈妈。那爸爸给你放巧虎好吗？好吧。你亲爸爸吗？怎么有声音？没有声音。爸爸说什么？爸爸，我昨天亲了爸爸一下，爸爸就说没有声音。对呀。说的。嗯，你记得你昨天晚上很难受吗？不记得了。嗯。嗯。你昨天晚上。那看着巧虎，你一定要把这个粥喝完，好不好？嗯，不好。不好，那爸爸我现在就关。爸爸，哎，你边看巧虎边喝。对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嗯。别好，老鼠，爸爸回来呀。洋洋，这样怎么办啊？来，他妈搞你一个人都搞不定。完全搞不定。来，我来弄它，你把那个靠在周围了。吃60。我把奶拿下来吧。我没事，我上去。你别上去，他一上去就哭。是吗？在这儿可能还好一点。没有，我待会儿就抱着他边走边喝，在楼道里。你要不要这个？要。记紧点。我来去把奶拿下来吧。不用，我去。你，哎，我哎，不，你弄。我知道。我那个粉的那个保温杯，那里头有开水，把奶放在里面热一会儿。你让快快多吃点，今天身体啊，这碗必须全喂进去啊。
把细菌冲走了。对。洗洗手，啊，洗洗手。天哪，夜把小虎呀，昨天晚上有没有刷牙？嗯，忘了吧。妈妈，我不愿意这样回头了。啊，好的，那是我们把里面的花生吃了吧？不喝粥，光吃花生，好吧？刷刷刷。这是一对双胞胎花生。快快比他听话，快快要刷牙。妈妈说刷牙快快从来都没有，对吧？说好的，但是我们不放牙膏，是吧？嗯。我是猪。嗯。跟我一样。嗯。还叫我。哎，把这口吃完了，我们跳舞好吗？把这口吃完。我一边跳舞。面对，把这口吃了。你看，我们还有这么一点爸爸交给的任务，好吗？他为什么流汗了？因为他在劳动，他在种地，流了好多汗，才种出了那么多的米。
让大家吃。下土谁知盘中餐，你看粒粒皆辛苦，就每一粒他都付出了很艰辛的劳动，就快快吃的这个也是一样的，所以一粒都不能浪费，都要吃到肚肚里。我不要吃到肚肚里。那你吃到哪里去？吃吃妈妈脸。吃妈妈脸，亲一下好吗？你妈妈好想亲你一下。寒地和霞土，粒粒皆辛苦。粒粒皆辛苦啊，一口都不能浪费呀、啊。不浪费。不浪费，来啊。快快吃饭，饭吃得好，我们就不会再生病了。真棒！小松，有草莓。快快今天想吃什么水果？妈妈帮你弄。吃鸡蛋。鸡蛋，好的。还有什么水果呢？鸡蛋不是水果。哇，没想到快快今天表现得这么好，你看最后一口。还有最后一口还要吗？待会儿还要再盛一点吗？真的吗？好的。咦，好，咦。等我一下。来。啊，再去给盛一点好吗？不要了。嗯。你要吃鸡蛋是吗？要吃吗？妈妈给你煮一个鸡蛋好吗？嗯，快快早上喝了水，所以现在体温降下去了。嗯。给，再喝一点，把体温降下去。那个盖子没打开。哎，不能钻柜子哦。
吃芋头吗？可以，你快拍吧。在桌上。你还没来及收起来，他们就拍完了是吧？嗯。他们拍完了。哟。啊，讨厌呀。快快，快快，你的最爱。还有和鸡翅，和鸡蛋，还有一个。嗯，你刚才不是说要吃鸡蛋吗？我们吃点鸡蛋吧。嘟嘟嘟嘟嘟嘟嘟。芋头好酸呀！芋头，芋头和鸡蛋，和鸡手和鸡蛋。嗯。咱们院谁长得高啊？文文长得高吧？小虎连咪咪都看不清了。玩玩具也挺开心的。糖果吃多了牙会坏，牙里头都是细菌，还得去看医生。
拜拜。真棒！妈，抱抱！脚。哟，你怎么又那么烫？感觉。哟，他会自己穿鞋呢。吃完了吗？还可以下载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，让宝宝健康快乐成长。有任何问题请随时向我们提问。宝宝版月龄服务专区很乐意为您服务。快快，你和我，我和你在，哎呀，这怎么回事？水是吧？哦，在哪里，在心里的美丽，我心的一个结，愿和我们一起牵着手。走不走？英雄，来吧，我们一起来学习。来吧来吧，我们一起做游戏。哟，小火车来了。结束了，妈妈你关了吧。好，快快真乖。嗯，你关了吧。好吧，要不他还来呢。是啊，要不他还要来一遍呢。在那山地那边，海地那边，有一群蓝精灵，他们活泼又聪明，他们调皮又灵敏，他们自由自在生活在那绿色的大森林，他们唱歌跳舞快乐多欢喜。哦，快唱，我一唱哦，快后面就快快唱。哦，爱家蓝精灵哦，可爱的蓝精灵，他们齐心协力开动脑筋，都摆了个个舞。哎呦，这个芋头熟了吗？为什么弄不动啊？我觉得这个芋头好像有点没有熟。你还吃吗？还吃？那是鸡蛋吧？那吃什么？啊！哦，妈给我唱。哦，可爱的蓝精灵，这个芋头怎么好像搞不动？给给，快快，快快！芋头吃不吃？芋头来喽！小猫咪，你来快快家玩了吗？你要不要吃快快的芋头？不要。
不一样，那快快吃好吗？嗯，太凉了。太凉了。这个芋头太凉了是吗？嗯。那妈妈去给你热一下好吗？去拿热水烫一下好吗？不好。那怎么办？太凉了。哦哦。不能在上面爬，摔了啊。这样可以吗？也许你可以吃一口紫薯。对呀，是紫薯。快快，我们上去看一眼洋洋好吗？他为什么哭啊？妈妈的快快呢？出来吧，不想爬出来，不想爬出来，你就想待在里头了。快快，妈妈妈妈，哎，怎么了他？曾健，曾健，你把他抱下来，把那个背包的那个带拿下来，我帮你安上。伊莎贝拉，你就想钻在这个里头啦？嗯？因为这是我的房间啊。这是你的房间啊。妈妈也想钻进去。妈妈也想钻进去，但是妈妈有个，妈妈给你带来一个你的朋友。就是这个水杯，喝一口吧。不好。哎，喝完了，全部喝完了。哎，芋头我弄了，但是这个芋头好像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硬。嗯。妈妈，我住在这里的。你住在这里头啊？妈妈叫我。我的快快呢？我的快快要起床了，猫咪都起来了，在这等你呢。咕咕，啾啾啾啾，那让猫咪陪你。可以。给你了。我要那个猫咪。哦，那个猫咪来了。喵，小快。我把它放在别的地方。好。快快，你这个搭的这个积木是不是应该收啊？喵喵，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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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咕，喵咕，它从这个小洞爬进去了，喵咕喵咕。快快，快快，你躺在地上呢。因为地上的好玩啊。好玩呀。妈妈想在这里头。妈妈也想在里头。可是妈妈太大了。进不来。妈妈。嗯。妈妈。快快。
小猫在里头了。孙健，你把那个柜子底下的那个背带的那个背的拿下来，我帮你安上。妈妈，我在看。看看，亲一下，从这儿亲一下。出来吧，好吗？出来，我们继续吃芋头，好吗？肉可爱的小快快，快快快点起床了，已经。哟，啊，我的手表怎么没电了？快快快点起床了，快快，我们上去好吗？快快，嘟嘟嘟，开门，快起床了，快快快点起床了，快快可以起床吗？可以。快快打呼呢。嗯。可爱的蓝妹妹，快快，你是蓝妹妹吗？妈，你说快点，快快快点起床吧，好吗？跟妈妈玩这个积木好吗？哎呦，小心滑！哇，快快，我的快快，抱一下，抱一下嘛。妈妈看一下你还有没有体温了好吗？不好。嗯，还有一点点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一颗痣。怎么回事呢？生下来就有啊，得问姥姥。怎么回事呢？这就是一颗痣啊，快快有没有？怎么回事呢？嗯，就是应该可能是那个色素吧。不是。那是什么？你为什么呢？因为妈妈小的时候特别爱吃巧克力豆，吃了巧克力豆就冒出一个小黑点，然后就越长越大，然后又吃巧克力豆就长得这么大，所以你不能多吃巧克力豆。嗯，好吗？不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想弄你。好吧，我就是想看看你是不是烫。不行。但是你确实还是很烫，我们洗个脸吧。不好。妈，你可以唱《咱们咕叽小姑娘》吗？咱们咕叽小姑娘背着一个大竹草木，咱们咕叽，咱们咕叽娘。咱们咕叽姑娘。咱们姑的小姑娘背一个大竹筐，清早光着小脚丫走遍树林和山岗。谁说咱们姑的娘呢？是快快小的时候说咱们姑的娘。
己小的时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快快小的时候有些字儿还不会说。小姑娘的姑她不会说。快快，你小的时候管自己叫什么？代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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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彩代代彩，是不是？嗯，还有谁管你叫代代？姐姐。谁？姐姐。姐姐啊。洋洋。洋洋。洋洋现在还不会叫你呢。他只会说什么？他只会哭哭哭，喝奶拉臭撒尿哭，吃饱了。这是老虎。这是老虎吧？这是长颈鹿。哎，那就把它，奶奶把它当老虎吧。可以啊，当老虎就怎么样呢？要咬人。哇，它要咬人呐、啊。嗯。它咬谁呀、啊？咬洋洋。为什么要咬洋洋呢？我把它，咬我把它咬小狗好吗？他，你试试，他能咬得了小狗吗？能。咚咚咚咚！啊！哦，我又咬了小狗的尾巴了。谁咬过你小狗的尾巴？这个尾巴。你的那个，你记得吗？你做的橡皮泥小狗，谁到家里来吃了它的尾巴？菲菲叔叔。菲菲叔叔，吃完它是不是又给你变出来了？变变变变变。又有尾巴了，你还玩这积木吗？玩了。那请你把它收起来。我想弄小黄人。可以，但是得把这积木收起来，我们才弄小黄人。要不然，哎，快快，你听妈说，你不把这个积木收好，下次看巧虎的时候，你要敲鼓，你又来不及了，又错过了。妈妈。妈妈。巧虎，那个小黄人呢？不知道，昨天晚上是你收的吗？昨天晚上是你收的吗？你玩完了以后，不是你收的吧？嗯，是爸爸收的。嗯，看来以后还是得自己收才能知道在哪。我也不知道。对呀。妈妈不找好吗？嗯，可以，但是你得先把那个。哪也找不到，你得先把积木收起来，妈妈就给你找。下次你不收起来，下次他们跳舞拍那个鼓的时候你又没跟上，又被落下了。哟妈呀，静电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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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妈妈怎么找不到了呢？嗯，怎么回事呢？因为你就自己玩的这样东西没收，小黄人说了，快快只有把他玩的积木收起来，我才变出来，我才出来找快快。小心手。去，我去收。嗯，来，妈帮你一起。嗯，我端着给你收。好吧。妈妈看到你收了一块绿色，妈妈现在把所有的绿色都收起来。下绿色的雨喽，行吗？嗯。来，放好。哇，我们下的这是什么雨？绿色的什么雨？是树叶雨吗？来，快快下，快快下树叶雨。
蓝色的是什么鱼？蓝色的鱼。蓝色的鱼。嗯，还有几个蓝的。现在我们下混合雨。这是白色的雨。有。你怎么又打喷嚏？是不是凉啊？哪有东东啊？你说要下粉色的雨是吗？快快，你最喜欢哪个颜色呀？这个颜色。这个颜色啊？是这个颜色吗？不是。嗯。红色，什么是红颜色的？嗯嗯，还有什么东西是红颜色的呀？咱们每天开车的时候，咱们说什么？红灯。红灯就是它。嗯。红灯什么？红灯是它。嗯。红灯是它。红灯停。那咱们再下，红色的雨。嗯嗯，还有一个红色的雨。嗯，红灯停，绿灯行。哇，爸爸成功了。嗯。爸爸成功了。你还笑呢，我听见上面，我的妈呀，过啦路，我听见上面一会儿哭一阵一会儿哭一阵，我的心都发毛。哎，过完路。嗯，这是什么？斑马线。斑马线是不是这颜色？快快有点困。快快。妈妈，我自己收。我觉得太凉，你还没吃早饭吗？你还没吃吗？嗯，你去吃，我来看看。快快接着来，快快，你想坐爸爸这个腰凳吗？不想。为什么？我想坐，我要坐。好。可以。可以。给我坐。快快，你快吃早饭去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妈妈太大。大妈妈。因为妈妈太胖了，是吗？快快快来不来？快快有点犯迷糊。妈妈，我不要你收。对，快快真棒，快快收。快快是自己收是吧？爸爸和我一起收好吗？好的。分颜色收是吧？爸爸先收黄色的，黄色的可以吗？收黄色的。爸爸怎么说话突然湖南口音了？黑色的，啊，咖啡色，紫色。
不要觉得自己扔到垃圾桶去，好吗？妈妈给我扔。嗯，宝宝自己扔。妈妈给我扔。你想贴妈妈腿上吗？这个睡了。哇，我觉得这里头的花生好好吃啊！看看要吃吗？花生。哇，真棒！真放哪里呢？嗯，好像是放在桌子上的吧。嗯。哎，还落了一个。这是什么颜色？过来过来，薯片的颜那个这个紫薯的颜色吧，紫薯的颜色，所以它就是紫色。妈妈怎么那么重呢？因为你没有对齐了。再试一次，要有耐心。嗯，好，嗯，嗯，要不要吃个花生？快快的吗？这是妈妈的，妈妈的给快快分享一个，下次快快的也给妈妈分享好不好？那怎么办？妈妈，我想用，我想按这个。嗯。妈妈，这个怎么弄呢？嗯，这个就是它里头不是有一个那个，有一个像壳一样的吗？嗯。把那个橡皮泥放进去，然后就弄出来了。妈妈，我想去洗澡了。嗯，我妈妈，我还没找到这个呢。嗯，我还没知道这个怎么弄。嗯，妈给我弄好吗？嗯，好吗？好。妈妈。嗯。妈妈，我不会弄这个呀。嗯。这个好像没有，这个里头好像没有这个模子，是吧？嗯嗯。妈妈，这个有吗？嗯，这个好像有，是不是？是。嗯。我还没找到。找到没有呢？倒出来玩吧，要吗？要。没有那个模子，没有那个模子，嗯，这个就是，等我出去。妈妈给我弄好吗？是。你在那老在打喷嚏，会不会感冒啊？妈妈，妈妈给我弄这个好。那个背心要不要给他穿上？妈妈给我弄这个好。你能穿上吗？够。妈妈给我弄这个好吗？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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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二少爷快过来，工作要紧，到时候给我打电话。这会儿确实不好。你下午在哪？我下午在望京呢。看他一点事儿也不着，要哭了。我喂奶什么？刚才他吃了吗？没吃，一口奶都没吃啊！没吃，折腾那么长时间。对，就是困了。妈妈，我想喝这个。嗯。温大哥，我想弄个这个戴帽子的这个。别去快快的，万一有任何的那个温度。妈，我想弄这个。你刚发现我手表没充上电，这个。帮我让它充电。妈妈，我想弄这个。好的，妈妈看看啊。妈妈。嗯。我想弄这个。把这个洗一洗。妈妈，我想。弄这个小黄人。弄这个小黄人啊。中午饭没弄。妈妈，我也要这个小黄人。中午，快快，中午你想吃什么？吃花生米。花生米。还是粥啊？想吃妈妈的。妈妈的花生米啊？嗯。你现在就想吃什么？妈妈的。现在别吃了吧，他吃了一碗粥了，也别吃的太多。妈妈的里头没有花生吗？还要吃。他要吃花生米，我这里头没有花生米。现在这里没有花生米。快快，咱们上去睡一会儿好吗？弟弟也睡了，也要。妈妈，我想按个这个蛋糕。嗯。这个是什么？是不是蛋糕？嗯，你自己来好吗？妈妈给我做。妈妈给你做，这个东西就是应该你自己玩的，什么都妈妈给你做，就你就没意思了。你就按照他这个很简单。快，咱们上楼睡觉吧，我觉得你好困的样子。我们抱小花上去。嗯，你看这个是不是黄色的蛋糕底儿，然后紫色的蛋糕。快快，这个橡皮泥是谁给你买的？是爸爸和妈，快快和爸爸和阿姨。哦，一起去买的是吗？嗯。他，你看他这个。你仔细看，它这个上面还有一个小小小小的黄的，是不是？嗯，小小的，还小小的。嗯。嘟嘟嘟嘟嘟，成功了！成功了！哇哇，哈哈，好成功啊！怎么样？这是妈妈给爸爸做的。是妈妈给爸爸做的。爸爸。你还要做个什么？还要做个喇叭。喇叭？这上面有喇叭吗？哦，真的有喇叭哎。嗯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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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绿色的，在那儿，这个对。不是。嗯。
啊，不是吗？嗯，那是什么？是这颜色的。是紫色的啊？嗯，也可以。谁说喇叭不能是紫色的呢？我们就做个紫色的，紫色的紫喇叭。紫喇叭。紫喇叭。谁说喇叭拐弯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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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洋娃娃。满天都是洋娃娃。嗯。好吧。这是喇叭吗？这是好像是一把枪哎，越看越不像喇叭，除了在这个地方。我想做个，想做个火枪。嗯。妈妈，我想个枪。嗯。妈妈在给你做呢，可以吗？哎呀，以后咱们玩完了一定得把它盖上去弄好，要不然你看全干了。昨天咱们肯定是没弄好，昨天咱们没顾上，然后就全都干掉了，下次就没法玩了。这个硬吧，这个为啥硬呢？就是因为没有盖好嘛，所以全都硬了，硬了就不能再玩了。那么软，这个软说明这个盖好了，说明这个盖好了。嗯，说明这个没盖好。哎呀，洋洋可怎么办呢？他不好好喝呢。这个软，这个硬。嗯嗯。有了了，真是。嗯，好像喇叭做好了耶，但这个确实不是喇叭，是个枪一样。这个硬，硬的就不要了，硬的就没办法玩了。这个可以，嗯，拿不出来了。嗯，为什么弄不出来呢？就是一个模子，把它摁进去后，好像就拿不出来了。嗯，这而且这还是硬的。妈妈。妈妈，这一边是这个，是这个，里面是这个，里面是这个，里面是这个，和这个那个颜色的。嗯，那抠出来就抠坏了。这颜色是蓝色的。哪个？哪个是蓝色的？这不是蓝色的。现在妈妈做的这个是不是紫色的？是。你不是说，哎呀，这个喇叭的把儿没掉出来，你看。我想做个小花园喇叭，这个，哎，这个小，把儿还没来。哇，成功吗？成功。我想做这个。哪个？这个。哦，这是个喇叭，这是一把枪。
这是喇叭，是呛。嗯。但是这个喇叭是在哪儿呢？有喇叭吗？有喇叭吗？有喇叭吗？喇叭吗？我想做个，我想把这个剪掉。好。想剪刀，刀在这里。别剪到手，你这样容易剪到手。我想做个香蕉。好的。它叫 banana。banana。对吗？对。非常对。absolutely。还不是。lily。lily。它跟高晓老师一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长大了，他长大了，跟高晓老师一样。快快，你给妈妈加油吧！妈妈今天要带你和洋洋两个人，加油！你是妈妈的好帮手吗？弄好了吗？嗯，香蕉是吗？香蕉是黄色的吧？你要做个紫色的香蕉啊？那这个啊？就这个没有办呢。没弄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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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来再弄一下，好不好？拿来，妈妈再弄一下，好不好？就做紫色的香蕉吗？嗯，好吧，谁说香蕉不能是紫色的呢？剪，是剪不动了。不是剪不动，是你拿剪子的这个用剪子的方法不对。为什么硬呢？因为你玩完了没有把它放到盒子里，不能。它硬是因为咱们没有把它爱护好，咱们要爱护咱们的玩具。你没有把它爱护好，它就不高兴跟你玩了，它就变硬了。快快，你不爱护我，我就不跟你玩了，我就去别人家跟别的小朋友玩。他怎么说？他没有，他说快快特别棒，我还是很喜欢跟快快玩的，只是因为这个没盖子没盖好，水分都蒸发了，所以他就变硬了，他也不高兴变硬，他就他为什么呢？他还行了吧？还行了吧？因为它的那个水分都干了，北京太干了，对吧？如果我们是在比较潮湿的地方，如果我们在南京姥姥家，或者我们在长兴爷爷家，我们这个就不会那么容易干。妈妈，哇，紫色的香蕉。banana banana 我
我想看。妈妈。啊？那你看它软不软？它很软。因为它盖好了。对。妈，我想把它剪掉。OK， 没问题。剪子在那儿。